附近咧嘅一啲道路咧掘起咗好多嘅砖头。嗱，见到而家是有部分嘅示威者咧，系拎住啲砖啊，每人咧都拎住一啲砖咧，就向住警方个防线嗰度推进。嗱，佢哋再一次啦，行近翻警方嗰个防线。嗱，同样啦，佢哋都系向警方咧先系投掷一啲嘅物品嘅。咁啊，见到头先掟出去嘅，包括有一啲嘅头盔，另外亦都有水樽。咁有示威者亦都抬起咗一啲铁马。見到有示威者係向警方掟磚頭嗱，見到有示威者應該咧就拆爛咗一啲嘅鐵欄咧，就拎住一啲長嘅鐵枝。你睇啲磚頭飛嘅。嗱，有示威者咧係不斷向警方咧就係掟磚噶。咁啊，之前咧有一批嘅示威者咧都喺政府總部啦同埋立法會附近嘅路面咧就掘起咗一啲嘅磚頭。嗱，喺三点几打后咧，开始喺呢一个嘅天华道呢一段路咧，就开始咧有警员啦，同埋示威者咧就发生一啲嘅冲突嘅。咁有示威者咧就向警员咧就投掷呢个杂物。嗱，而家警方咧就係向示威者咧就開呢個豆彈槍嘅。嗱，剛才咧警方咧已經係舉起咗咧就係紅旗，示意咧示威者唔好再衝擊佢哋嘅防線，否則咧就會使用咧就係適當嘅武力。咁但係示威者一路都冇理會啊，佢哋繼續咧就執起唔同嘅磚頭啦、雜物啦，甚至鐵欄啦。一啲嘅膠嘅鐵欄啦，一路咧就掟向警方。咁啊，警方之前喺呢個位置咧，都施放咗咧就係催淚水劑啦，同埋胡椒噴霧。嗱，而家警方係將佢哋嘅防線咧就褪後咗嘅。咁啊，示威者咧就一路步步進逼啦，一路將佢哋嗰個位咧就向前推。嗱，警方已經褪到入去咧就係政總範圍入邊噶啦。嗱，而家示威者咧係衝破咗警方嗰個防線，就將警方咧一路褪到入去咧，就係立法會示威區嗰個位置嘅。
嗱，頭先嗰個防線咧，佢哋係喺天華道對開咧，就係對視嘅。咁而家警方咧就已經褪到入去咧立法會大樓示威區嗰個位置噶啦。咁啊，示威就係將佢哋嘅防線咧，就將佢哋嗰個戰線就褪前咗。咁啊，期間一路咧不停咧就係向警方投擲呢個雜物嘅，包括咗有頭盔啦、水樽啦、磚啦。都咧將一啲咧鐵欄咧就推向警方嘅。係見到佢哋示威者係一路咧就冇放棄，一路進逼嘅。咁啊，警方嘅防線就越褪越厚噶。3:40左右，示威者就是衝破了警方的防線，就由這個天華道就衝到入去立法會大樓示威區的位置的。他們同一時間亦都將一些鐵馬就搬到入來，就是示威區這個位置。警方雖然就加派了那個人手，但是你看到示威者方面已經進入到去立法會大樓裡面的範圍了。一路就冇停過投擲呢個雜物嘅，嗱開始啦，有比較埋身嘅一啲推撞嚇。有火啦！見到我哋現場咧，見到有示威者投擲咗一啲物品之後咧，係冇火同冇煙嘅。嗱，情況相當混亂，你見到警方一路係咧向後褪嘅。之前呢個位置咧，政府係已經咧封鎖咗嚇，行管會係已經封鎖咗咧，就係立法會示威區呢一個嘅位置噶啦。再有。再有一啲，嗱，見到現場情況相當混亂嚇。嗱，見到地下就有一啲即係噴煙嘅一啲嘅物品喺度嘅。示威者就繼續都係搬起一啲嘅鐵欄啦，搬起一啲嘅雜物。咁啊，警方方面咧，佢哋已經噴到入去咧，就係立法會大樓入邊噶啦。咁然後而家又再增派翻啲警員咧，就出翻嚟去翻嗰個示威區嗰度，咁啊捉起翻咧就另一條防線。嗱，喺大概頭先3:40到啦，開始喺天華道呢一邊咧嗰個。即係衝突咧，就升咗級嘅。咁啊，示威者方面已經推進到入去咧立法會嘅示威區嘅位置噶啦。咁而警方咧，亦都向示威者咧係施放咗催淚彈。咁
咁頭先警方咧一度咧就將佢哋嗰防線就褪到入去立法會大樓入邊，咁而家咧就重新咧就作翻個部署咧，就再行翻出啲。咁啊，示威者而家咧又褪翻出去咧，就係天華道嘅位置。包括頭先見到有磚啦，有水樽啦，有雪糕筒啦。咁啊，留意翻警方嗰個嘅裝備啦，佢哋喺個立法會大樓褪咗入去之後咧，再出嚟重新做個部署咧，已經全部咧係戴咗一啲嘅面具噶啦。警方頭先除咗向示威者施放呢一個催淚同埋胡椒噴霧之外咧，亦都向就係示威者咧就開過一啲嘅布袋槍嘅。咁而家佢哋再重新再將佢哋嗰個嘅防線褪翻出嚟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哋嘅裝備咧都唔同咗嘅，包括咗配備嘅槍支啦，同之前係有分別啦。另外佢哋咧全部都已經咧係戴曬一啲嘅面罩噶啦。同埋防毒的口罩噶啦。警方而家加派咗人手啊，就再褪翻出嚟咧，就係立法會示威區冚住咧，就係呢一個天華道嗰個路面啦。嗱，呢個高位嘅畫面就見到示威者就褪翻出去咧，就係天華道嗰個位置。警方咧就再封翻咧，就係立法會嗰個嘅入口。嗱，一見到啦，警方嗰個裝備係唔同咗，同埋佢哋而家咧就嘗試咧就向前衝嘅。又再一字排開，佢哋手持嘅除咗有盾牌啦、有警棍之外啦，亦都戴咗就係防面具啦。有部分嘅警員啦，喺立法會大樓再出翻嚟，再重新部署嘅時候咧，佢哋亦都換咗手上面嘅槍支裝備嘅。咁啊，之前咧，佢哋曾經咧就向示威者咧就發射過呢一個布袋彈槍。咁佢哋再出翻嚟嘅時候咧，手持嘅槍支嘅款式已經係唔同咗噶啦。好爛我個身。嗱，應該咧就係警方再向示威者方面咧就施放呢個催淚彈。係連續咧係發放咗幾枚嘅催淚彈嘅。
咁啊，見到示威者方面咧，就喺呢一個嘅天華道，原本喺天華道嘅示威者咧就四散啦。嗱，喺呢個原本對峙嘅位置咧，示威者就。